亲爱兄弟姐妹早晨，我们先作一个祷告。亲爱天父，多谢你，多谢你与我们同在，多谢你赐我们有生命气息，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好感谢主耶稣为我们罪献上在十字架上面。求主赐我们力量智慧，继续好好侍奉你，侍奉别人，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一起朗诵今日的宣召经文，大家一起读。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唯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是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我心要像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披戴主基督，愿你应尽。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我愿像你，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灵深印我灵。主，我愿像你，有怜悯心肠，还有我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者，鼓励灰心者，你因为基督执走我样。主我愿将你，主我愿将你，荣耀地救主，将你信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引我你，主我愿像你，谦逊苦做人，人来且勇敢，圣洁又纯。如困难怜悯，难逆来顺受，你只受痛苦，施恩得救。主我愿将你，主我愿将你，荣耀地救主，将你信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灵深印我灵。在你眼中，深深吸引我，完全接纳，紧紧拥抱我。我曾失足，如今被寻回。你改变了一切，我献上感谢，在你眼中洋溢对我的爱，何等喜悦我！在你眼中我是尊严美丽，尊贵无瑕疵，在你眼中通
奇妙的爱，深深吸引我。完全接纳，紧紧拥抱我，我曾失心，如今被寻回。你改变了一切，我献上感谢。在你眼中一夜，对我的爱何等喜悦我。在你眼中我是尊严美丽，尊贵无瑕疵。在你眼中充满生命的光，我不再迷茫。你牵引我的手，恩典涌流。今日主耶稣，他因为是我们又宝贵，他献上他的生命，也都感谢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与他同行。我们下一首歌，至高尊贵的你。我赞美你至圣的主，满有圣洁公义。我仰望你谦卑跪拜，因你极伟大和荣耀。我敬拜你圣洁的主，愿你的荣光照耀地。我渴慕你光辉荣美，愿国度权柄也都归你。山川山川诉说主的大爱，大海呼叫澎湃也为你喝彩。唯独你存在，永在，君尊属你，万国屈膝赞颂，至高尊贵的你。我赞美你，至圣的主，满有圣洁公义。我仰望你谦卑跪拜，因你极伟大和荣耀。我敬拜你圣洁的主，愿你的荣光耀遍地。我渴望你光辉荣美，愿国度权柄也都归你。尽灵山川诉说主的大爱，大海呼叫澎湃也为你喝彩。唯独你存在，永在，君尊属你，万国屈膝赞颂，至高尊贵的你。人尽灵山川诉说主的大爱，大海呼叫澎湃也为你喝彩。唯独你是我永在，君尊属你，万国屈膝赞颂，至高尊贵的你。
弟兄姊妹们平安，都欢迎网上的弟兄姊妹朋友，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天的敬拜。中间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啊，弟兄姊妹啊？都没了，熟一熟面的，大家跟左右隔离打个招呼啊，非接触式招呼。今天是圣餐的主日，如果你还没拿圣餐的饼和杯，在后面请你准备，我们大家准备好我们的心，今天是领受主的圣餐。请大家继续为 Andy Wong 他的身体的伤害祈祷，为梁建文和周慧常宣教士厄瓜多尔的事工继续祷告，还有大家记得为 Martin他的交通意外受伤为他祈祷。如果你有什么其他需要代祷的事项，可以一会间讲给牧师听，他可以为我们大家代祷。我们现在先为我们的奉献祷告，奉献箱放在后面，如果你是今天有奉献带来的，可以放在奉献箱上。网上的弟兄姊妹，你们又可以将你们的奉献支票寄来教会，或者在网上用你们的信用卡来奉献。我们一起为今天我们的奉献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亦赐给我们日用所用的一切，更加感谢你给了我们一个作为管家的职分，管理好你交托给我们一切的资源。今天我们将你交托给我们管理的一部分献上，愿主对悦纳，愿主你洁净这些奉献，让它能够用在你的圣功里面，将你的国度更加去扩展，让你的福音可以去广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的正道经文呢，只有第一节而已，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藉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下面请牧师带领我们今天的圣餐。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我们有圣餐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一十字架所成就的，让我们一起是为了这个圣餐来做一个祷告。全能永活的主，慈悲仁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人为何物，你居然是眷顾我们，甚至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主啊，我们都是愿意我们都能够在说这个接受杯和饼的之前，都能够是来到是为自己的罪来到是认罪悔改。愿我们都能够是再一次这样守洁心清，来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耶稣基督饭后拿起饼来祝谢，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我们不如一起起立为这个饼来祝谢。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2000年前来到世上为我们所成就。主啊，正如你的话语所说，人活着不是是为了是食物，而是为了你口里面所出的每一句的话语。主，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是有这个心是研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唯一的准则，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唯一的标准，你的话语是真理，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愿意我们有生之年都能够是继续是读你的话语，并且是将你的话语是实行在我们的身上，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请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饭后耶稣基督又举起这个杯，他说这个是我的身，是我的血，为你们而流，和你们立新约。让我们一起是为这个杯来祝谢。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宝血为我们来到是赎罪，就是好像昔日那些以色列人将你的将羔羊的血游在门框上，以致他们是能够得救。我们何尝不是用你的宝血披在我们的身上，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被救赎的人。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和你立这个新的约，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行得出，是要靠圣灵来到帮助我们每一日行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愿意你们，愿意你们祝福我们，是能够有这个心智，是遵守你的约。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让我们一起领受这个杯。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每一日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是与我们同行。愿在你回来的时候，你都能够是称我们每个人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请问大家有没有代祷或者感恩的事项啊？没有的话，那我就是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世上真的没有东西是比敬拜你是更加的重要。愿意我们每个人都高举你的名，在我们的家里面，无论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我们都高举你的名，因为你就是那位伟大的，你就是那位值得我们颂赞的那一位神。你是亲切的，你是富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实在感谢你，一切的荣耀、尊贵、能力、圣洁、公义，完全都是属于你。而这个世界是为了你而创造，也都是被你而创造。你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 台阶，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诗歌。主啊，我们都是今天有一个新的系列，愿意你都是祝福我们这个讲道的系列，是有关圣经，有关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愿意我们都能够相信全部你，全部的圣经都是你的话语，因为你的圣经就是唯一的真理，是唯一我们道德的标准，亦都是唯一的权柄，俾我哋知道点样系能够得到救赎。你嘅圣经系完全系冇错误。主啊，愿意你啦祝福呢个系列，帮助我哋能够增加我哋嘅信心，能够系增加我哋对圣经嘅认识。主啊，我哋都系为咗我哋粤语堂会举办一个向中国传福音，向中国这个中学的学生传福音的事工，愿意你都能够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儿女，是愿意参加这个事工。主啊，我们也都是
将我哋嘅教会摆上啊。虽然我哋嘅年纪而家越嚟越大，啊，愿意你都系能够祝福我哋每个人，都能够喺你嘅事工上，能够系愿意付出自己嘅一份力。我哋月月堂麻雀虽少，但系五脏俱全，实在感谢你对我哋历年来啊，你嘅对我哋嘅照顾啊，对我哋嘅祝福。最后我哋亦都系继续纪念到啊，喺泰国我哋嘅宣教士啊 Annie 方姊妹，愿意你都系继续透过佢喺泰国教导小朋友嘅事工，能够系将你嘅福音广传。我哋亦都系纪念到佢学习泰文嘅事，愿意你都系能够帮助佢学好泰文，以致佢系可以喺个当地嚟到系广传你嘅福音。主啊，我哋都系将今日嘅敬拜摆你嘅手中啊，我哋呢个新嘅系列，愿意你都系能够祝福与我哋同在。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嗱，我哋今日系要开始一个新嘅系列，呢个系列系叫做《圣经真的可信吗》。嗱，喺呢个系列，我哋系会解答好多嘅问题，尤其是系有关圣经嘅问题。嗱，今日系第一讲，我哋系要讲圣经真的是神嘅话语吗？圣经系咪真系神嘅话语？嗱，如果你认识我的话，你知道我是很着重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着重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应该建立圣经的权威、圣经的可信性、圣经的可靠性。人是没有办法是靠住自己的能力来到认识神，不能够是靠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哲学思想、我们的宗教来到寻求神。除非神自己向我们显现出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认识我们这位神。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就是神自己将他自己显现出来，给我们知道他是怎样。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经都是神的话语。保罗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第二讲，下次我会讲的，就是神怎样默示圣经，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正因为全部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撒旦就要攻击圣经，要攻击神的话语。其实早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撒旦已经引诱夏娃，他问夏娃，他说神的话语是不是真的这样说的？你有没有，你清不清楚是不是神的话语真的这样跟你说？以前来说，只有非基督徒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现在呢，很多的基督徒都不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自己人，真的令人很可悲。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三节经文说，是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朵发扬，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傅。去到末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不喜欢听真理，很多人都喜欢听那些无谓的东西，错误的教导，为自己增添了很多的师傅，这些都是假的老师，这些都是假师傅。我曾经讲过，很令人痛心的，就是现在连很多的神学院都不相信圣经全部是神的话语。我要着重全部这个字，因为他们会告诉你，没有啊，我们神学院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问题是，是不是你相信全部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如果你不相信全部圣经是神的话语，你只是相信一部分是神的话语，那哪个部分是神的话语？由哪个来到决定？就是由你自己来到决定，是吗？很多人会说，
我读圣经嗰阵时，若果有感动，嗰节嘅经文感动我，啊，嗰节经文就系神同我讲说话啦。嗱，若果个经文唔感动我，咁就唔系神同我讲说话，咁就好主观噶啦。当圣经指出你嘅罪嘅时候，大多数人都唔中意听嘅。有冇感动啊？冇感动。咁所以咧，吓神指出你嘅错，指出你嘅罪，你就冇感动，就话呢节嘅经文唔系神嘅话语。嗱，而且每个人嘅感动都唔同。同一节嘅经文，你有你嘅感动嘅解法，我有我感动嘅解法。可能是同一节的经文，但解出来完全是相违反的意思，完全是相反的。圣经是一致的，不可能你有理解我有我解，解出来是完全相反 的解释。所以也是原因为什么基督教搞出这么多的宗派出来，每个人的感动都不同。也都有很多人，他们认为圣经就是一部智慧书，一部道德的书。若果是这样的时候，圣经和四书五经、道德经、论语有什么不同？完全没有不同。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将他自己显现出来的。神是透过三个主要的方式将他自己显现出来。因为他是无处不在的神，他是存在的神，所以他在旧约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向人显现。第二个方式呢，我要讲句的就是神向圣经里面的人显现，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透过他的神迹奇事，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证明这位就是神。还有第三个方式呢，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是全知的神，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语。但是很可惜，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贬低神迹，贬低预言，将神迹预言拿开了之后，你是拿开了在圣经里面三分之二有关神的经文，剩下来的你的解经一定是有偏差，我可以告诉你，甚至是会有很严重的错误。所以我们是要非常之小心，我们所相信的全部圣经是神的话语，不能够是删除任何的部分，也都不要断章取义，不要用主观来到解释，来到是读圣经，我们要相信全部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我们所相信的圣经究竟是怎样？第一，就是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我们相信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默示就是神吹一口气保证，这个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是全部的圣经，不是一部分。第二，我们相信圣经是唯一的真理，是神将他自己显现出来。第三，我们相信圣经是唯一的权柄，是告诉我们听我们怎样是能够得到救赎。第四，圣经是唯一的标准，是我们道德，是我们属灵的标准。第五，我们相信圣经是完全正确的，是充满神迹奇事，充满预言来到印证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最后的一点，我们相信每一个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原文的手稿是没有错误的。我要说是原文的手稿，不是我们手上的圣经，我们手上的圣经是有很少很少的错误，跟真理和教义是无关，值得是相信，完全可以相信。但是原文的手稿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错误，甚至我们相信圣经连一点一划都不能够被废除。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跟我们所说的。有一个 disclaimer， 有一个免责声言，我需要说是关于这个系列。当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都有 disclaimer， 很多时候就说
如有雷同，全属巧合。嗱，我呢一个系列唔系要影射任何嘅人。嗱，呢个系列可能有人会希望听呢个系列，能唔能够揾到一啲证明，证实圣经就系神嘅话语，以致佢哋系能够相信。嗱，呢一个嘅系列嘅目的唔系俾非基督徒，点解啊？哥林多前书嘅二章十四节话俾我哋听。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四、二十七节亦都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耶稣基督说，我的羊是认识我的声音。当一个人未接受耶稣基督，他是不能够辨别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声音，什么是神的声音，他根本是不能够明白。如果一个已经接触到福音的人，但是他未相信，他可以透过这篇道或者是这个系列来到踏出最后那一步，找到证明他能够相信，这个是可能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给被造之物有这个权柄来到是鉴定判断神，或者是鉴定判断神的话语。我再讲一次，圣经从来没有给被造之物有这样的权定，有这样的权柄来到是鉴定判断神或者神的话语。他们不能够明白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节说，他们是死在过犯罪恶的里面，他们是灵里面死亡。以弗所书的四章八节说，他的心地愚昧是无知的，他们不能够明白。最好的证明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在三年半里面，在世上有很多的教导。我刚才说神是透过三个办法来到是给启示我们。第一个就是向人显现，耶稣基督就是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向人显现。耶稣基督亦都在这个世上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有医治，有赶鬼，是吧？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他在世上讲了有很多末世的预言，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结果有没有人相信？他们将他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如果耶稣基督都不能够说服人，我相信我是何德何能，怎能够说服人？所以这个的系列主要不是给未信的人，这个系列主要是给基督徒，给弟兄姊妹，希望我们有个更加能够认识圣经的心，能够是更加明白圣经，能够是对神有更大的信心。在这个系列我是会讲圣经里面有很多不能否定、不能被否定的神迹，我亦都会讲圣经里面有很多是准确的预言，我亦都会讲圣经里面、圣经和这个科学是完全没有抵触。但是另外又有一个声明我需要讲清楚，我不是用这些不能被否定的神迹、准确的预言和科学是没有抵触来到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我不是这样做。圣经本来就是神的话语，这个是事实，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来到证明。我们需要是调回转头来看，正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是充满神迹奇事，所以圣经里面是有这么多准确的预言，所以圣经和科学是没有抵触。我们千万不要始末倒置，我们要搞清楚。第二点，第一点我跟大家讲了，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第二点就是圣经是没有出于人意。虽然圣经是由人来到写，圣经的作者都是人，
但是没有出于作者自己的意思。那我们怎么知道啊？彼得后书的一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或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不是说作者自己的意思写出来，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很多时候当这个作者写圣经的时候，甚至他们不能够明白他们自己写什么。在书这个彼得前书的一章十至到十一节，说旧约的作者他们是详细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他们考察希望明白他们所写的是原来是讲紧耶稣基督将会是先受苦然后得到荣耀。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些，但是神叫他们写，他们就照写出来。原来他们所写的是预言耶稣基督将会是被钉十字架，后来得到荣耀。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详细的寻求考察。所以圣经是没有出于人的意思，是神所默示。你能不能够想象神怎样晓谕摩西来到写他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这些事是摩西不能够明白的，除非神话给摩西听，摩西是不可能写得出来。在《树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哇，这些东西摩西如果不是得到神的启示，他怎么都不可能可以知道。神话他听，我第一日怎样创造，第二日怎样创造，第三日，一共是六日，然后去到第七日神就休息。所以除非神自己将这些是揭露出来给摩西知道，摩西是完全没有办法是写得出来。你又能不能够想象神怎样晓谕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写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你想想以赛亚先知怎样能够写得出来，他写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很觉得非常之奇怪，怎可能童女是能够怀孕生子生耶稣，生耶稣基督出来？他是不能够明白。这一节的经文在树新约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三节，马太都有引用，讲到是玛利亚生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圣诞节很喜欢读的经文，都有引用到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就会说其实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所讲的预言不重要，最重要是神的应许。他们说是不是童女怀孕都不重要。为什么啊？因为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他们说童女这个字可以解释做处女、童女，但是也可以解释做少女，甚至是已婚的少妇。所以他们说是不是童女怀孕不重要，最重要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其实他们这样的解释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七十士译本就是第一部将希伯来文译做希腊文。当七十士译本翻译以赛亚书的时候，七章十四节的童女，他们用了一个只可以用在处女身上，处女这个字，所以绝对是童女怀孕。但是有人会说，喂，牧师，七十士译本的翻译没有圣灵默示的噃。那这又是，但是马太写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写马太福音有没有圣灵的默示啊？绝对有。当马太形容玛利亚生耶稣基督的时候，
两次提到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两次提到，然后他说这一切的事都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童女怀孕。而且马太在一章二十三节写童女这个字，这个字在书新约出现十四次，每一次都是指童女或者是处女，绝无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绝对是童女怀孕，毫无疑问。这里我相信是有一个双重的预言的应验。在主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讲过有很多双重的预言的应验。我亦都讲过一篇道叫做童女怀孕，所以我在这里不会再重复这一样，其实是一个双重的预言。如果你们喜欢的可以听回那一篇道。你能不能够想象以赛亚先知得到这个圣灵的默示，哇，写出童女怀孕。我相信他就是好像彼得前书一章十节所说，他在处寻求考察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你又能不能够想象大卫在诗篇的二十二篇，他写出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跟着他所写出来的经文是什么？直情就在处描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但是大卫写诗篇二十二篇是在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前的几百年，神已经是给启示给大卫能够写得出。哇，这些都是没办法作者是能够明白，除非是神自己默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没有出于人的意思。还有第三点，第一点是圣经全部是神的话语，第二点是圣经没有出于人意，虽然是人写，第三点就是圣经是神将他自己显示出来。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不是神将他自己显示出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是能够靠我们的智慧来到是认识神。就是好像我们屋企养的金鱼一样，一条金鱼怎样能够明白它的主人？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明白，除非神是将它自己显现出来显示出来，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是认识它明白它。在圣经里面，耶和华晓谕说， Thus saith the Lord， 一共出现是超过一千九百次，超过五百次在树摩西五经，超过一千二百次在树先知书里面。这个就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自然的启示，第二个部分是特别的启示。就是透过这两种的启示，神不断地向人显现自己。我们先看看自然的启示是什么。自然的启示就是神的创造。当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我们就知道有一位神。在《诗篇》的十九篇一至到二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从神的创造，我们能够见到神的荣耀，我们能够见到神的作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神。罗马书的一章十九至到二十节都是很相似的经文，但是在新约。经文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话俾我听，唔单止我哋见到神嘅创造，知道有一位神，神将佢放喺每个人嘅心里面，每一个人都系无可推诿，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我头先讲嗰条金鱼，见到金鱼缸布置咁靓，见到人
有为他，有人为他，他就知道自己有一个主人。当我们见到、四周围的环境，见到神的创造，我们就知道有一位神。自然的启示其实是分开两个部分。如果你留意罗马书的1:19-20，是有外在和内在的。外在就是我们见到所有神的创造，内在呢，神将它放在我们的里面，将它自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但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是怎样，我们只知道有一位神。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鬼神之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种族、有这么多的宗教，有这么多的偶像，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面都知道有神，但他们不知道这位是哪位，所以每个人都做偶像，做不同的宗教出来，就是这样的原因。就是罗马书的1:19-20告诉我们，神将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其实我可以说，有很多人叫自己做无神论者，他们说自己不相信有神，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他们的心里面是知道有神，只不过他们是不认自己相信。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在树伊甸园亚当夏娃，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与神分离了，是吧？每个人生出来都是成为罪人，以致我们需要救赎。你想想，见到自然启示，见到神的创造，能不能够令到我们得救？不能够令到我们得救。如果望下神的创造，我们就能够得救的话，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宣教士，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传福音。Any 方姊妹都不需要去到泰国，如果个个望下神的创造就能够得救。启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与自己和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这个就是特别的启示，不是在树自然的启示，不是在树神的创造。那你说在哪里？在树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特别的启示，是带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以致我们是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要讲，就是特别的启示，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一共有66部书，39部是旧约，27部是新约。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得救，就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的1:1，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什么叫做多次多方？就是在圣经里面，神很多次向人来到显现。什么叫多方？就是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向人显现。你问有什么方法？有梦境，有他的异象，甚至是抽签、祭签、念咒，他都可以向人显现。他透过梦境向哪个显现？记不记得雅各？他发梦发到有一堂梯，梯上有天使上上落落，在说堂梯的最高的地方是耶和华站在那里，是吧？神亦都是透过梦境向约瑟来到讲说话。神又透过启示和哪个讲说话、透过他的异象向哪个讲说话。我们刚才讲以赛亚先知能够写出童女怀孕，是吧？这个就是一个异象。但以利先知、以西结先知，很多的先知，神都给他们有从神而来的异象。那你说抽签都可以是显示出神？是啊，记不记得约拿先知啊？神叫他去利利未来到是传福音，叫他向东他就向西行，结果上了一只船，就遇见大风浪，船上的水手怎样啊？
抽签，希望抽出罪魁祸首，睇下因为边个嘅缘故，而家搞到咁大嘅风浪。神就透过抽签祭签，显现出佢旨意，佢指出系约拿。水手就将约拿抌咗落个海入边，啊，仲俾条鱼吞咗添。嗱，旧约嘅祭司咧，佢嘅怀入边都有乌灵土命啊。透过黏垢来到是显示出神的旨意，甚至去到新约门徒抽签来到是找代替犹大的人，就找到马提亚，啊，是神的旨意。啊，跟着我们看到，我们刚才都说了，神晓谕摩西，啊，来到是写出创造宇宙，他怎样创造宇宙万物，之后他就在树伊甸园向亚当夏娃来到显现，给他们一条很简单的命令，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又向亚伯和该隐来到显现，给他们知道应该怎样献祭。他又向亚伯兰来到显现，和他立约。他更加和摩西显现，是将他的律例典章给以色列人。有没有看到神不断地在圣经向人显现？他是向众先知来到显现，将预言说给他们听。最后呢，不单止神的启示是他的话语，去到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启示，是神的话语，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个就是圣经带领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其实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圣经真的不断地带领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这个圣经就是特别的启示，就是神完美的启示带我们去耶稣那里。在《使徒约翰福音》的5:39，耶稣说，当你们查考圣经的时候，经文就为他作见证。在《启示录》的19:10，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作见证。有没有见到所有的圣经特别的启示都是为了耶稣基督来到作见证？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在旧约有这么多尼赛亚的预言，去到新约就完全成全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约翰福音》的20:31，使徒约翰亦都说，他说为什么我要记载这些事啊？跟着他自己就解答，他说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为什么要记载圣经啊？就是要我们带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透过耶稣基督得生命，得到救赎。约翰福音的14:6，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说，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很清楚。使徒行传的4:12呢，除他以外，这个他是谁啊？耶稣基督，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神特别的启示，圣经就是带我们去到耶稣基督，以致我们是能够得救。刚才我说自然启示是分开两个部分，特别的启示都是分开两个部分。自然启示是有外在和内在，特别启示都是有外在和内在。外在是什么？透过读圣经，我们能够得到很多耶稣基督的亮光。由旧约开始，你就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亮光。你说是？是啊。记不记得在《创世纪》3章，当人犯了罪之后，神就已经是预备了有救赎。在《创世纪》的3:15，说女人的后裔会伤撒旦的头。什么是女人的后裔？
猶太人是一個大男人主義，所有的後裔都是男人的後裔。但說到女人的後裔，就是不經過男人的手，不經過男人能夠生仔。這個就是以賽亞先知七章十四節所說的童女懷孕，一早已經告訴我們女人的後裔耶穌基督。我今天只是有時間跟大家說摩西五經裡面有關耶穌基督。摩西五經是創出利民申，是吧？去到出埃及記的十二章，記不記得啊？有十災，是吧？最後一災擊殺長子，任何人將羔羊的血油在門框上都能夠避免長子的擊殺。這個羔羊的血就是代表耶穌基督的寶血，耶穌基督的救贖。利未記呢？去到利未記，神教以色列人用牲畜來為自己贖罪，又是一個血祭，又是代表耶穌基督的救贖。去到民數記呢？記不記得民數記的二十二章？以色列人在旷野犯罪，神就差派火蛇来咬他们。以色列人就向神来到呼求，神就叫摩西立起一个铜蛇的像，任何人仰望这个铜蛇的像就能够得到医治。你在旧约看旧约拗晒头，为什么仰望铜蛇就能够得到医治？没有解。直至到去到新约，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节，耶稣基督自己说，正如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亦都同样会被高举起来。原来这个铜蛇的像又是代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仰望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得到医治，就能够得救。申命记呢？刚刚讲完约书亚记，记不记得我们说在说申命记的十一章和二十七章，预言约书亚会去到迦南地，去到示剑的以巴路山，他是会在那里筑一座坛来到献祭。为什么要去以巴路山？是被神造就的山。记不记得在示剑读神的话语例典章的时候，在基利心山的六个支派，每读到祝福他们就回应阿们。但是在说以巴路山呢，每读到咒助他们就回应，以巴路山是一个咒助的山，为什么要在那里筑个坛？为什么不筑在基利心山？这个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咒助，所以这个坛是在这里，以巴路山他就是我们的献祭。有没有看到啊？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亮光是越来越光。所以我说特别的启示也有两个部分，外在就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的亮光，这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这个亮光越来越光。自然启示的外在是什么？外在的那一点就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是不是也是逐渐给我们看到？不是，神的创造一次过给我们看完，是吧？但是特别的启示就是透过亮光一点一点给我们越来越见到耶稣基督的亮光，直至到他在新约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给我们完完全全见到耶稣基督。第二点呢，除了 外在、特别的启示也是内在。我说自然的启示呢，每个人的心里面都知道有一位神，无可推诿的。但是特别的启示呢，内在呢，是不是个个都会接受啊？不是，有人见到这些亮光会接受，有人见到这些亮光他们会拒绝。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其实正如我所说，整部圣经都是彰显出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印证圣经真是神的话语。有什么经文告诉我们圣经是彰显出耶稣基督？诗篇的四十篇第七节说，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有人说这个诗篇不是耶稣基督，
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得到圣灵的默示，他在书希伯来书的十章七节告诉我们听，同样的经文是指住耶稣基督。另外，耶稣基督是被钉十字架，他复活了之后，在树去以马五斯的路上高，他是跟门徒来到解释，在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有什么的经文是指住自己，有什么啊？摩西的律法书、摩西五经、先知书和诗篇。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摩西五经里面指住耶稣基督的经文？记不记得先知书啊？以赛亚先知说童女怀孕啊？见不见到诗篇啊？啊，我们刚才说大卫在诗篇二十二篇可以写出完完全全和福音书里面所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一模一样。然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说神的话语天地都可以废去，神的话语是不能够废去，全部神的话语连一点一滴，连一点一滑都不能够被废除，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八节。所以圣经就是彰显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印证圣经。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既然刚才说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得救，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旧约的人怎么能够得救？因为、耶稣基督都未出世，是吧？旧约的人他们怎么能够得救？我刚才已经讲了，在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亮光，是吧？我讲道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提到有耶稣基督的预像，是吧？旧约的人就是靠着这些亮光，圣经里面有讲到有尼赛亚的预言，有很多的亮光给他们。如果他们见到有这些亮光，如果他们相信，他们接受，神是会给他们有更多的亮光，直至到他们是能够得救为止。你说，哎呀，圣经哪里有这样说过啊？是不是你自己作出来的？记不记得拉合啊？拉合是个外邦人，他不认识神，他只是听见有耶和华，他敬畏神，他相信他。结果神怎样啊？差派使者去到他的屋企，来到打救拉合，不单止打救他，打救了他的家人。还有呢，基遍人根本是外邦人，没有神的律例典章，他们怎么做啊？他们走去窥探神的律例典章是怎样。很多人说，哎呀，没有读过圣经怎么办啊？基遍人没有神的话语的，但他们知道有这位神，甚至愿意去窥探究竟耶和华的话是怎样，他的律例典章是怎样，就是用他们窥探回来的知识向以色列人和他们来到立约，结果就是得到被救赎。还有一个例子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记不记得那个埃提亚伯的太监？他有以赛亚书，他在书读他不能够明白，这里又要讲了，他读哪一节的经文？是以赛亚书，是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亦都是描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受苦的情形。他不能够明白，神就怎样啊？差派腓力去到加撒，来到解释经文给他听，来到带他信主，来到是甚至是同他施洗。所以我们见到，当一个人靠自己心里面知道有这位神，见到神的创造，能够知道有这位神，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亮光，神是会给他，甚至他们是会，神是会差派使者来到救赎。所以我们不需要怕，哎呀，没听过圣经，谁能够得救？就是你怎样来到是处理神给你的亮光。旧约的人是向前望，因为耶稣基督还未钉十字架，他们是向前望。我们新约的人呢，是向后望，二千年前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但是原理是一样。
但是有一样是很得人害怕，我们新约的人是得到很多神的亮光，整部圣经在那里了。当我们有这么多的亮光的时候，我们再不相信的话，我们的罪是会比旧约的人是更加重。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他不单止是论功行赏，他还是论光来到定罪。你得到多少的光，你将来你不接受的话，你将来就会有几大的处分，有几大的惩罚。嗱，好可惜，我话我哋有齐咁多嘅亮光，有齐神咁多嘅知识，咁多嘅话语，好多时我哋唔相信全部圣经都系神嘅话语。嗱，呢一个就系现代教会嘅问题，我哋冇一个坚定嘅信心，因为我哋唔再相信全部嘅圣经系神嘅话语。教会变到是非常之软弱无力。J.I. Packer 他曾经是说，他说我们基督徒对自己的信心和行为是缺乏确定性。为什么缺乏确定性？我们不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俗世的人看我们就是好像一个跌跌冲冲的人，在处玩把戏，在处做杂技，又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自己应该行哪条路。牧师的讲道是蒙查查的，会众的头脑是混乱的，心烦意乱，因为我们的怀疑令到我们没有能力，因为我们的不确定令到我们完全瘫痪。 J.I. Packer 真的讲得很对，这个就是现在一般教会的问题。我们可以赖俗世来到引诱我们离开神，就是好像当年夏娃赖那条蛇，赖撒旦来到引诱他。但我们都很需要为自己来到负责，是我们令到圣灵担忧，是我们不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个也是美国的问题，当我们不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在1963年美国人就不再容许圣经在说公立学校来到被教导，以致我们的道德观念是一落千丈，以致我们变成现在我们属灵的处境。其实我们的情形和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当年是很相似，在说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八个世纪，以色列人是非常之繁荣，非常之昌盛，但是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属灵的境况已经是完全的崩溃。他们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力量放在一处金钱地位，放在自己的事上，他们甚至是欺诈，他们是压迫穷人，他们充满诡诈。外表看上来他们仍然是敬拜神，仍然是有他们的礼仪，但是内里的属灵的情况已经是完全的崩溃。可以借香港人的一句话，他们是马照跑，舞照跳。就在这个时候，神差派阿摩斯先知去到撒玛利亚，宣布他们的罪行。在树阿摩斯书的8章11节，神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荒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里说他们饥饿不是说没有实质的食物，干旱不是说因为真的没有水，而是他们不听神的话语。神说你们不听的话，你们就没有神的话语听。这个就是 当年以色列国所面临的问题。阿摩斯描述以色列人得不到神的话语，他们变成怎样？说他们好像是四处飘荡的灵魂一样，完全不安定，四处飘荡。这个像不像刚才 J.I. Packer 所说现在教会的情形一模一样？现在的教会我相信正是经历神话语的饥荒。这个是要由港台开始，港坛来到是开始讲，
当一个牧者不再相信圣经真是神的话语，或者不相信全部圣经是神的话语，他的讲道是完全是没有权柄。现在牧师讲道通常是什么？很多人讲道都是引用一节的经文，然后就自由发挥。这个令我想起似什么？似香港我最怕的一个科目就是作文。那个老师给你一个题目，然后说你们自由发挥啦。我不是一个这么有想象力的人，我最怕作文，不知道怎么作好。现在的讲坛就是这样，引用一节的经文，然后就自由发挥，你都不知道他讲到去哪里。你说不要紧，网上有很多东西听，什么都有得听。是啊，网上真的什么都有得听，就是因为这样你要小心，什么都有。刚才我所讲的童女怀孕的例子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你听起上来是很小的差别，童女怀孕不是那么重要啫，神与我们同在重要嘛。是啊，童女怀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神跟我同在好不好啊？喂，听起上来真的很有意思啊。但是虽然是很小的差别，差之毫厘就谬二千里。慢慢慢慢，你连自己信心的基础动摇了，你自己都不知道。童女怀孕是基督徒信仰很根基很忠心的一个教义。当你不相信童女怀孕，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生出来是有罪性，是一个罪人。为什么是童女怀孕？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生出来是没有罪性，不是一个罪人。所以如果你是很微小的地方，你是听了这些的信息，慢慢慢慢信心动摇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其实会众是很需要付出很需要负责任。正如就是刚才保罗所说，末世的人耳朵发痒，他们不喜欢听真理，他们为自己增添很多的师傅。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的属灵境况就会好像刚才 J.I. Packer 和阿摩斯先知所说，好像四处飘荡的灵魂一样，不能够得到安定。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看一节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七节。耶稣基督自己说，他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好令人扎心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是在神的话语有个认真的态度，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观点。神的话语，你听的话，你知道是神的话语，你愿意接受，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我们怎样分辨出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基督徒是会相信神的话语，是会听神的话语，一个非基督徒就不会相信，不会听。这里我也需要加一句，是全部的话语。耶稣基督说不能废去一点一划，我们不能够删去部分预言啊神迹，不能够删去，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很需要接受全部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希望透过这个系列，是能够是增强弟兄姊妹对圣经的认识，希望能够是加增弟兄姊妹的信心。今天已经讲完了第一讲，就是圣经真是神的话语吗？下一次会跟大家讲圣经是怎样被神来到默示。第三个信息，如果圣经真的被神默示，就应该是没有错的，是吧？我们就会是来到是研究这个问题。第四个信息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是怎样得来。第五和第六个信息就是有关预言和有关神迹。我们刚才说神是透过三个方式是将自己显现出来。第一就是在圣经里面向人显现，这个我们今天已经讲了。
在第五讲、第六讲，我们会讲神迹和预言，就是他其余两个方法。第七个就是我最喜欢圣经和科学，因为我自己是有科学的背景。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话语，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是接受相信全部的话语，全部的圣经都是你的话语。愿意我们都能够是透过这个系列，帮助我们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愿意你都能够是祝福这个系列，帮助我们是能够更加认识圣经，能够是增强我们的信心，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唱三分钟。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是继续研读神的话语，相信全部的圣经都是神的话语，以致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是蒙神喜悦的人。阿们。请坐，默祷后可以散会。